今天在哪里？我们要举过手，哎，有没有贝斯手可以上来？因为你的社长就是那个亮亮，那个亮亮好对不对？不要紧张嘛，唱不错。真的、啊。生活也不
说像这样的东西，若有更多喜欢音乐的人来这里，然后去感受它，请放心，你用的东西跟张学友、张惠妹他们用的东西是一样的，只不过阿妹有一支比较贵的麦克风而已，是吗？对，那我们希望这样分享的态度去经营这个节目，唱作曲家，你没有写作词，真的是聚在家里的曲家，就是那个电影，然后一起唱歌，一起玩耍，一起去感受，去学习那些音乐，这是一个最我们一直觉得很骄傲的事情，对王俊一直觉得很骄傲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再约好吗？明年去吗？好，等等。南宫也许真的变成了成大传统，那我们也是件蛮骄傲的事情。对，或许说不定哪一天，对，你们可以邀我们去表演。好，无论如何，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土瓜村。土瓜村，这段时间经营的，很辛苦。我说真的，很经营很辛苦，但是，我们也很高兴，就是创作曲家可以吸引很多的音乐人。你们从春大来，所以你们南部的像 Live House 像这样的讯息，可能你会看到的比较多。那你会再看看我们的节目，那你就知道我们的票价便宜也可以。对，可是因为我们可以觉得，我们希望可以更多的，特别是在地的朋友分享，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外面的人觉得很疑惑的事情。对，不过我们愿意，我们喜欢，因为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跟这块土地结合，然后我们也扎根，然后我们需要更多像你